嗨，生日快乐啊，黄英飞船。咁样咧，就今日就系我嘅猴子妹，做个 mini one 嘅生日，所以咧，我今日就特登嚟拍一个片去祝贺佢嘅生日嘅。咁虽然我哋咧就隔开一个几千万公里啦，我哋喺地球嘅两边咁样啦，但系咧，我相信我哋都仍然系 anchor in heart，anchor in heart。系啦，所以我希望拍呢个片咧，就等你知道，其实你生日咧，虽然就喺呢个寂寞嘅温书同埋寂寞嘅读书嗰度度过，咁唔系，但系咧都会有我喺你身边嗰度支持你嘅，咁样咧。首先呢，我就要祝你越大越靓啦，然之后可以越读书就越叻啦，可以事半功倍啦，可以少啲压力啦，同埋识得处理啲压力啦，同埋可以快啲考返嚟香港同我一起读书啦，跟住可以快啲返嚟香港同我一起日日都去玩去行街咁样啦，咁所以係啦。你今年嘅愿望我都净系好想你快啲翻嚟，所以系啦。咁虽然咧好可惜啦，我就唔可以喺你身边同你一齐庆祝啦。咁但系咧，我都好想隔住个 mon 嚟同你唱个生日歌嘅。咁如果有大家中意 mini 啊，同埋想同 mini 讲生日快乐嘅朋友咧，可以跟住我一齐唱、哦。我哋而家开始啦，一二三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Mini Wong. 你唱最尾嗰句啊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. 咁样咧，就唱完呢个好尴尬嘅生日歌啦。你同佢讲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吓、啊、生日快乐，冇祝贺语噶。好臭啊！都唔知臭味嘅。生日快乐！希望你今年就系咯，读书就读得好啲啦。咁就快啲搵翻个男朋友。咁我哋就可以一齐孖住去旅行啦。咁所以系咯，希望你中意我俾你嘅呢一个片啦，同埋咧。其实呢，除了我四月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之外呢，我是有准备到一份生日礼物呢， just in case 就等你感受到你生日那天都有我的生日礼物收啦，所以呢希望你早点收到那个包裹啦，是啦，这样就是这样啦，你们快点在下底留言跟 Mini 说生日快乐啦，他会很开心的，多谢你们。